两队拔河比赛，三战两胜制的第一场比赛要开始了。加油，高瑞！衣服拉紧，衣服拉紧啊！衣服拉紧啊！加油，稳住！看裁判，两边的第一棒，这个大家都尽量的往后跑。潘君伦对上何梦远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想两边，因为这个比赛真的太快就结束了，所以现在两边都好紧张哦。对啊，谁都不想要输在第一拍啊。对，青浦想要延续传统，可是红队想要逆转他们永远赢不了拔河的这个劣势。红队今天已经把中线。展现了体重的威力，势如破竹啊！三秒钟，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在刚刚这场比赛呢，其实红队本来就有体重上面的优势哦，因为红队呢是重了15.9公斤，以五个人上彩这样的对决哦，重了15.9，等于每个人都重了3点多公斤哎，所以其实蓝队，哎，刚刚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，这个锅其实要算。因为在拔的时候，其实我先倒，我拉后位的位置其实不应该先倒，训练量不够，再来就是经验不足，对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借口，就是他们赢这样子。那我们队友就是做得很好，就是我们在抢拍那一拍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大家重心一往后面拉的时候，其实我发现，其实我没有出到什么力。直落2-0，拿下了胜利，太震撼人心了这个比赛。可是我好想看十人对决啊！哇塞，红队是先整队跌倒的，对，而且他们轻了，后来他们也跌倒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蓝队也跌倒了，红队没有放弃，他们马上站起来又往那个地方拉。他们看到他们跌倒，赶快站起来。对，讲最后一口气，对，才能拉过来。所以是蓝队没有趁着红队跌倒的时候赶快拉过，对，2.5米，没有一口气把他拉。对，他其实有拉过来，大概还差了大概50公分。哇塞，蓝队这边也跌倒了啊！这个比赛真的不到最后一秒都无法去预测谁会赢。真的。好，我们拔河比赛，红队2-0获胜。所以我们再把拉回来。上场下，我以为我们已经输，我以为天哪，我感觉站起来之前就没跳站起来，马上跑上跑没有，你们两个人我感觉跳起来，我还在前方，你还好没进出去，刚刚进去，我好像什么都看不到，超累，真的什么都看不到，我都要累了，快些，我觉得他压着，因为他的那个局面全部前后往前后能倒了，然后我就差一点点。跌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就是看谁先爬起来谁就赢了。但是我们就是慢了一点，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要赢了。加油！好啦，谢谢千姐，谢谢辛苦了，今天很棒。不会，你未来很多时候都会尝到很多感受。好啊，辛苦了各位，很不错，这一周的表现真的很棒，好，很棒。然后 BLUV，Blue。